大家好，又有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来到了奥克兰，奥克兰也就是在Bay Area 的东边。那今天我到了一个公园，那今天呢，我就想带大家来游览一下这个公园。这个公园看起来是很平静，今天是星期六，但是平静的背后之下，这个公园是不是有隐藏其他的秘密？在这么美丽的公园当中，我们会不会找到其他让人难以接受，或者是特别，或者是让人家感到非常不寒而栗，或者是非常让人有个特别的发现呢？跟着我一起走吧。天哪，这里是哪里？我想这也是公园的一部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公园的一部分。这里是公园吗？我好像有看到人。这里是一连串的流浪汉，好惊讶，在这个地方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。来，我们跟着铁轨往前走。哇，这就是一连串的垃圾跟流浪汉住的地方。这就是一个流浪汉的家，建立的还不错。我不想打扰他们。在远处好像还有一个流浪汉的一个帐篷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啊，这里好像以前是一个海军的一个岛屿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希望不会太打扰他们。看，网子挡住了这个流浪汉的帐篷，然后你看在远处就是奥克兰的城市，你看这一线之间就差这么多。
都是垃圾。你看，这真的很讽刺哎。然后对面这么漂亮，是个海港，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相信。然后到这边呢，就变成是一个流浪汉的住所，应该也不算是流浪汉住所，就是很多垃圾的地方。大家看到，希望不会太打扰他们。继续往前走，哦，好危险哦！天哪，要在这边有人突然把我推下去怎么办？看，这些都是破旧的东西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住，可能晚上有吧。我想晚上在这边应该是蛮危险的。看到，可能是一个人住的地方。哎，有一个可以看景色的地方，是一个人的居住的地方。在远处还有一个居住的地方，我想大家看一看。美国的国旗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给我一些建议。那如果你想看什么样不同的视频，也请你在我的 YouTube 下面留言。好，那先这样子了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，我们下一次相会，再见了。